喺感受當中，我覺得自己咧就飄飄浮浮咁樣，就有個時間腳咧想跪咯，即係騎嗰個閘啊，個人輕飄飄，係有咁嘅感覺。啊，咁我就繼續咧見我牧師埋嚟嗰時咧，佢就有啲光線，即係啲電筒好細啲嗰啲光咧，都圍住我，我喺度站唔住，見到光啊，見到啲咁個咩嘅。咁所以我咁都好感謝主啦，我都知道主都喺隨時隨地都眷顧我嘅家庭。